在这儿鬼鬼祟祟的？我可不可以动一下？你干嘛呢？你这是啊？谢谢啊！哎呦，哎呦，你误会了，我是你楼下的邻居。你是我楼下的邻居？是啊。那你到楼上来干什么？我刚才看见有一个人进了你家房门哦，还抱着你家东西就走了。我家房门本来就是给人进进出出的，难道你们家房门是给猫留的？是，我告诉你吧，刚才那个人是我老公。是你老公啊？我看见那个人啊，长得蛮猥琐的，好像小偷啊。什么叫蛮猥琐的？什么叫长得像小偷啊？你长得好，长成这样，跟土豆子成精了似的。一说话满嘴娘们味儿，你这样好啊？不是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讲话啊？我跟你讲啊，今天我是在家里休息，这个时候我就听见有个人在开我家房门，我就走过去一听，我再一看，哎呦，你猜这怎么着？原来啊，开我家房门的就是你所谓的老公哦。什么叫所谓的老公啊？难道你老婆是比如的吗？不是，你说啊，你这个人啊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，我看见他上楼了，我怕他偷东西，我就跟着他上去了。哎，我问你哈，就是最近咱们社区里边好多猫都被饿死了，你听说过吗？猫被饿死了？为什么？因为耗子都被狗抓走了。哦，耗子被狗抓走了。我说这耗子被狗抓走了，这不是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吗？我钥匙啊，这怎么又是你呀？你怎么又来我家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啊刚才光顾盯着你老公了，我把钥匙落家里了，我进不去家了。你进不去家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我想借你家电话用一下，给我老婆打一个电话。这样吧，我允许你到我们家打电话，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？我老公这个人吧，他看上去很憨厚，但是特别的小心眼儿，可爱吃醋了。你要打快点打，明白？好，我这个人讲话很快的。快快快，谢谢啊。哎呦，真是。呀，你说怎么天底下的男人都一个德行呢？我老公也把钥匙给落家里了。哦，是吗？是什么嘛？谁跟你说话了？我跟你讲啊，我也经常把钥匙落在家里啊。老婆，宝宝啊，我是老公。健健呢？狗健子啊，宝宝，你猜我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呢？不嘛，你猜嘛？猜什么猜呀？喂，你好，我是你们家楼上的邻居啊。你老公把钥匙落家里了，听见没有？再见，拜拜。挂了。你太磨叽了。你说话一直都这样的，我受不了你，快走吧啊！一会儿我老公真的回来了。好好好，快。老公真的回来了。没事，你给他开门，我跟他解释一下。你怎么解释呀？我老公这个人，他只要，他不爱讲话，只爱动手的。你老公是干什么的？拳击教练。哦，拳击教练。妈哟，你老公不会打死我吧？怎么办？我藏哪里啊？别动，听我的。躺在我的身后，我让你走就快走。好，别动。帅哥，干什么玩意？你猜我是谁哦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别整那死数，谁玩？哦，你猜我是水魔。亲人在一起还有什么猜不出来的？快，整的，这干什么玩意？哎呀，老公。
这需要修电视，你说你不是，我不是打扮的好看一点，你看看。哎呀，行行行，赶紧走吧，拿包，快快走吧，快点。今天咱们在外面吃饭，什么玩意儿这么费劲？你快点吧，这一天。哎呀，你先。再见。好看视频，轻松有收获。